抗糖这件事情从20岁开始就要做了。但是你不觉得男人越老？哎呀，那我也没觉得你多老啊，都还挺少年的。战哥也特别少年，虽然年纪，但是还是挺少年的，年轻了。不行，虽然是91年嘛，但是你看好年轻啊。特别有少年的，特别有少年的。虽然91年，但是说到97年，肯定都有人信。好可爱，你卖萌哎，好萌哦，嘟嘟嘴。你们真的是一轮就知道了，好可爱哦。来啊，好嘞，走。我刚才这样子，鸭子很好看。感觉没有妆，要是没有妆也很帅啊。来看一下肖老师的左脸。你在哪？帅气的左脸。